呢间咧系喺曼哈顿华尔街 ，Palmas， 空空如也。因为咧纽约市、纽约州跟纽约州啦，就系颁行咗一个叫做暂停 ，pause New York on pause， 乜嘢都要暂停，除咗放狗。啊，呢度有好多名牌狗啊。咁咧行到过嚟咧就系、是。紐約的 Wall Street 華爾街，咁呢度咧全部商業區嚟嘅 ，Exchange Place， 好多好得意嘅小狗狗，嚇、啊、睇下 Window Shopping 啦、啊，其實乜都冇，物都攞走啊 ，Window Shopping 嘅 Displays， 望下。一路行过去，满堪罗雀啊，雀仔都冇一只啊！其实嗰啲 design 嗰啲设计都几特别噶，四只脚喎，空空如也的呢。交易广场都收档了、哦、我好喜欢这个的水晶灯啊 Very pretty So cute Let me get closer Wow, I like it 好靓啊今天呢就是可以说正式第一天因为昨晚星期日晚八點鐘開始，等人哋有個心理準備啊嘛。咁啊，第一日咧，仲要加埋啲風雨飄搖，真係有好種滄桑美國就係冧嗰種嘅感覺嘅，使唔使啊？個天都喊啊！真係有個企咗喺度嘅靚妹，無據女孩，我驚啊！我冇遮啊，因為影下佢個背景先。就是一个铜像啦，系得佢一个咧，真系唔怪之得无惧啦。无论风吹雨打咧，好啦，等我勇猛地兜出去，遮一遮个镜头先。Hello， 你好 ，Hi， how are you doing？ Is everything okay？ Yeah， sure， right？ Thank you。嗯，之前有人咧帮佢戴咗个口罩，而家被人拎走咗啦。系咯，可能连嗰个口罩都征用咗啦。See you later。好啦。我試下搭地鐵啦，因為實在太凍啦。嗱，而家你見到嗰啲人咧喺街嗰啲咧都係 essential worker。嗱，譬如好似呢個係郵局啦嚇。哇，仲有啲指數出冧啦係嘛？停咗噶咯喎已經。咁啊，嚟到呢個華盛頓像啊，華爾街 yes， 冇呃你嘅。呢個華盛頓像咧咁，平日咧都係好多遊客噶，咁今日梗係。喂，好啦，仲有人翻工喎，搵大生意啊，搵大钱啊，系咯，静静地啦，个华尔街啊呢度就系，咁点好咧？我都要入地铁嘅，就不如入去地铁，嗱，报摊又唔开啦，睇下咩环境啦，好吗？咦，有講喎 ！Oh my goodness! Okay, wait a minute. 深夜 weekend， 咁唔係啊！而家又唔係深夜，又唔係 weekend。23至6号，9点 PM 會翻嚟。Yeah, it should be okay。睇下等幾耐先，因為咁如果翻到去變咗落湯雞，係啊，呢個地鐵咧係好多年噶啦，所以咧係非常之殘舊古董嚟嘅。真係失禮。睇下幾多人先，大家要保持呢個6尺嘅距離。雖然話咧，今日咧搭巴士咧係唔使錢嘅，除咗快線唔使錢啦，因為怕你啊，驚你俾錢嘅時候咧，你睇幾有中國特色嘅呢啲啊，啲牆。驚你俾錢嘅時候咧，戴曬口罩，太近嘅司機影響到佢。咁我揾一揾錢先。